下来为你所介绍他们学校在台北市是一所非常非常多学生的学校，而且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国中来就学。为你所介绍来自台北市非常知名的国中，让我们欢迎台北市立敦化国民中学乐旗队。进场的就是台北市敦化国中乐旗队，由陈中林主任特别来领军。乐旗队是由七八年级，也就是大家以前两个共点国中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所组成，在学校典礼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敦化国中乐旗队在练习当中培养团队精神，在历年比赛当中也屡获佳绩，常受邀外界的演出，表现杰出。让我们再度掌声欢迎目前经过我们主席台的，也就是台北市敦化国中乐旗队，掌声欢迎他们。谢谢敦化国中乐旗队，谢谢他们远道而来，再度谢谢，非常谢谢敦化国中乐旗队，谢谢陈中林主任。接下来即将进场的各位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在地的子弟。